人生。对呀。阅读又更方便。这是因为要我。对呀。It's 147 Upper Paribas. The Chinese embassy in the UK has raised concerns. It's calle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address this issue. British police are detaining four suspects for the deaths of 39 people. 这么迟，这个几点关门？两点半到现在，你知道嘞，电嘞。OK。收听。啊。早上关的是什么？我看你早上有睡电脑屏。四百步要发。OK， 所以你一点一个朋友，两点半一个，说一点那个在他带我过来把没有关。OK， 哎，你这个呢？第二。哎，为什么跟你讲哦？因为我懂这个 PR 哦，叫你们去做，因为我政治不是很了解你们去做的。二吧，你点老 ，OK， 想点，等，记得啊，你们现在跑你们的国宣跑你们的 SPD 哦。这如果你真的太靠这边讲的话，是没有人。呀，我是跟你讲 ，just 只是在补点 ，just in case 这个是什么都不要 ，OK，you know one year 2% 啊？呀，我知道。我懂，他关两个烧了两个钟头呢。你在 brunch 开门啊？我这一个人吃，你现在 brunch 啊？这个两万牛蹄差许多钱啊？好，拜拜。
你。喂。不然你要回家。不然你要啊。